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还有什么地狱能绕得过这处光镜吗？掘墓人荒。 他们要够着你了。受折磨的灵魂们，在一直哀鸣不已。算了，我就不中了，这把我去下路吧，要不？啊，我去下路跟着兄弟来一手。如此多的灵魂，如此少的躯体。 将战友你，我给你一鞭子。先把他给我杀了，差一点儿呢，亚索没死了。我先给他。 给他框里头，先撤一走，兄弟，这一波不好打。啊，我先回趟家，俺俩传送出来。小犊子，不用非得传送，其实先收波线也行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 很快就会落地，岛屿会记住的。这个部落将吞噬一切。他也不要回呀，没事，我们再回，让他穿。你给我框住啊！ 岛屿会记住的。完了！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这波上当了。不。 这波往他身后，让他给异走了，不应该往他身后的，你知道吗？走错地方了，问题不大。你大爷的，你给我框住，你怎么的？先打这个，打这个，我锤死他！万一你，万给你个嘴巴。 为什么小鬼自己出来了呀，小蓝灵啊！俺俩也猜，哎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我将操办你的仪式，岛屿会记住的。 走位，哎呀呀呀！这打死一个就行，好，给他吸死了，漂亮，兄弟，给我吸他，老婆，给我吸他，不是别人的老婆，吸他。你老婆没了，没事，我还有呢。 掘墓打不过呀？怎么打不过？怎么可能打不过？别急啊，那没六呢，那能打过？六了，他们就都弟弟了，那就不好使了，知道吗？
哐，重锤，重锤，平 A。死一个，走呗。我们的终点是相同的。直接给我打死他，看他往哪移。这不行，先回家啊！我们已经分离者了。灵魂在哪儿漂泊，我就前往哪里。你出日炎呐？分离者呀，这怎么还有个 AP 的呢？啊，这个那啥了，框住重锤，还有我好一口闪，给我打死他一下，走呗，还敢回来，我给你鞭铲，这怎么打不过？这有什么好打不过的？将操办你的仪式，岛屿会记住的。那怎么还有个玩 AP 的呢？ AP 的是干嘛的呀？岛屿会记住的。这大招多少秒CD？ 100多秒。吸地时间有点长啊！哎，为什么他们脑袋上永远都有这个 R 啊？卡 bug 了？修道士也需要面包和水，这得要一个荆棘背心了。别怕，别怕，跟你说了，别怕。给我砸死他！这么狂，快跑！兄弟，人有点多呀。咋这么多人呢？而且那还有个11级的亚索，我天！确实装备有点好啊，这个亚索。哎呀，不是俺们家那人儿咋都没了呢？关键怎么没人了呢？拿走你想要的东西。该抱团了，兄弟们啊，不能再乱打了，我们得抱团了。嗯，等会儿我们干一波。都别死啊，都别死，现在咱们谁都别死，等 R 好了我们干一波，一会儿再跟他们打，别急，先撤一手，可以干，可以干。我砸，这有挂机的，快打，掉气儿了，什么玩意儿这都是。我还行啊，给他砸死了，可以接受。俺们连大都没有，刚才这波。看看啊，这22秒，这80秒，这25秒，这有，这有，行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岛屿会记住的。出个反甲，往里边冲就行了，就是的，啊。不会有和安魂曲，到时
我看看他还有多久啊，50秒有大招。上路线咱先去一波啊，先把路守一波。哎呀，这怎么碰到人了呢？这挖下去，再来座坟墓，如何？完了，又得等100秒。去找你了，能打过俩吗，兄弟？不行吧？岛屿会记住的。感受他的拉扯吧。走位不错呀，这不让人给拆没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还没有到。我将操办你的一切。我干的！你妈呀！这次岛屿的死人们，这次来城。往哪穿？给我砸死他！900，中推，不管了，兄弟们，自有用处。中推。不管了，大好没好无所谓了，爱好不好吧。哎呦，你有新的任务。给我冲，给我咬他！你大爷的，还送送俺们这么老些人，你跟我们打，我多少个人，我们家多少人，给我杀。还有呢，没人，我冲啊！别怕，我们这么老些人，看我看谁好死，给我往前冲。我死了啊，没关系，我死了，我还有一个人呢。必须有一位巫妖王，还有三个呢，没事，先把这吸死，还剩一个亚索，他们家就剩最后一个了，就剩这最后一个人了。这这扛塔呢，这拆塔。他们要够着你了，我们的终点。我只是来大九头蛇。撤，该撤了啊，该撤了。一经触碰就会腐烂纠缠。该撤了，该撤了啊，等等一会儿大招啊，等一会儿大招，这大招都没好呢，这都。我的诅咒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好了吗？都好没好的大招，打我干着！你还敢回来？给我框死他！还敢打过来？还敢打过来？还？哎呦我天哪！完了，死了，大没放出来。俺们家怎么少一个呢？木魂人少一个脱节了。俺们家少了一个木魂人，没跟上部队呀，少了一个。没错啊，我们只要少一个人，那就相当于是少了5个人，知道吧？我们一定不能少人啊，少一个就相当于少5个，所以千万不能少人。我们要靠人数优势，直接中。
直接中，直接中，五个人大都好了吧？这都，我看看啊，这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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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差一个，给我冲！40秒，我看谁好使。他牙锁，牙锁他好使。终有一日，他怎么，他们怎么守？我就想问他们怎么守？我们亡灵大军给我往前冲！一个狂，你看他打谁？你看他在这里打谁？我们卡都把他们卡死都。显卡都给他卡没了，没血了，那我传过来啊！这小鬼怎么抽搐了呢？